今天来到的是桃园名人堂花园大饭店。史努比迷一定要来，这里真的超多史努比的东西，它真的是整个都是史努比，围绕着史努比。啊，小朋友在。哦，好贴心哦！它这个娃娃是可以带回去的。玻璃上面是史努比的漫画。妈妈连手套都不会戴，左手戴，左手戴啊！干杯！耶！你还好吗？不过刚刚不小心跌了一下，屁屁下来，屁屁下来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田木夫妻，我是田木先生，我是田木太太，他是哥哥。我们今天来到的是桃园名人堂花园大饭店。其实这也是我跟太太算是第一次在饭店体验设施啊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打算说今天就都待在这。没错，反正外面雨也下很大。对，我真的觉得我们每次出来都是下大雨。OK， 那我们就事不宜迟，赶快去体验看看喽。好，哥哥。它这边其实有分两个区域，一个是饭店的区域，跟一个球体。那我们先来逛球体，球体这个区域好像就不算是房客的专属区域，外面的人如果要来逛好像也可以。这里有三楼、五楼、六楼、七楼，我们等一下我们先从七楼这样开始逛下去。七楼是一个叫做棒球名人堂的地方，这里好像就是会有放一些经典球员的一些资料在这边，对，有点像 NBA 名人堂的概念。来看看我认识几个。好，你有认识的吗？有啊，当然啊。真的假的？洪哲敏啊，厉害耶，我以为你一个都不认识。我有在看棒球。哥哥找到他认识的，你看，哥哥，哥哥，这是什么？妈妈，你不觉得这里盖得很漂亮吗？而且我觉得会有点，真的是一个殿堂，让人家很敬畏、尊敬的感觉。真的。对，讲话都会故意很小声，看待大声。好。但我觉得这里真的很棒。对啊。而且它呈现的方式也不让人觉得很乱。嗯，很特别。对对对对。嗯，那我们往下继续逛喽。再往下一层是棒球体验区。它里面。嗯。然后。收什么棒？哦。这是什么？然后会动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接到球。哎，这个地方很棒哎。啊，你刚才接到有感觉吗？有啊，动了一下啊，就是球进到我的手了。因为平常可能接不太到，这个真的很有成就感。你就一直接到球。平常接不到。你刚才接到的是外野手，还有一垒手，有几手，捕手，每一个手你都可以接到。球球来喽！喂。有感觉吗？妈妈手，有几手要飞扑？好，等一下，哥哥来。这个太好笑了啦。这个真的是很酷哎，他会跟你讲什么球怎么握，像蝴蝶球就是这样子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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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哦，有没有很飘过去，酷。再来，我们要往五楼咯。五楼好像就是可以稍微玩一下，是不是？哦，走走走走走走。想不到史努比名人堂里面竟然有妈妈。换到代币了，然后上面也有史努比，很可爱。妈妈连手套都不会戴，左手戴，左手戴啊！我有在看棒球。我们现在到三楼了，是花生漫画小镇。玻璃上面是史努比的漫画。嗯，很香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哎，它的胡椒味那个蛮好吃的，有推。史努比迷一定要来，这里真的超多史努比的东西，整个都是史努比，为之疯狂啊！对啊，根本史努比乐园。然后 Google 刚刚为了要看一个史努比，就是发生小意外，从椅子上摔下来。哦，对，你还好吗？Google 刚刚不小心跌了一下，屁屁下来，屁屁下来。
好，那你慢慢下来。他一甩下来那一刻，我就听到后面有咻，真的是咻过去，然后用冲的。然后我想，哇，是怎么了？他们原本好像在开会，对，然后就马上不管开会，直接冲去拿冰块来，然后让哥哥冰敷这样。就他们人真的很贴心，对，加分加分。对，我觉得可以给这边加分。没错，那我们现在因为刚才房间提早好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，我们现在回去拿行李，然后去开箱我们的房间。耶，哥哥。先把东西放一放，我们再来开箱。好啦，我们现在来到我们住的地方，还是史努比双人房。噔噔，这首先就是一个基本的衣柜啦。对，然后它这边它的拖鞋超级可爱，也是史努比的脚。史努比的脚，它真的是整个都是史努比，围绕着史努比。哦，好贴心哦！他们其实会提前先打电话跟你做一个行前确认。哦，对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就听说，我们有小朋友，他就帮我们安排在一大房。进来呢，旁边就是厕所。嗯。然后厕所是有一个大浴缸。哇。然后它是干湿分离的，这很棒。而且他还有帮小朋友准备小朋友的备品。啊，真的。真的哇，好可爱哦！这个是可以带回去的吗？对呀，他说这边除了马克杯、抱枕还有床围，其他都是可以带回去。哇，史努比相关的东西，好棒哦！这个小朋友的，我觉得这些东西拿一拿就值回票价。我也这么觉得。那还有一个这个，这个是小朋友的沐浴乳跟护肤乳，小朋友的，这怎么舍得用啊？对呀，那这里还有就是基本的备品。然后毛巾，然后它的浴室是厕所跟淋浴间都是分开的。洗手丫丫，对，洗手丫丫。好，我们先出去。我们先出去，我们还没要洗手丫丫。这一间是厕所，跟我们一样的免治马桶。对，免治马桶跟我们家一样的。没错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小巧思？啊？就是它浴缸旁边那面镜子是什么？是史努比。没错，它连这个小细节都顾到了，就很酷啊。好，再来呢，这里是冰箱，它也有一些免费的饮品，水啊，哇，可乐、宝矿力，免费享用，哇，加分加分。然后这边有些茶、咖啡，然后他有说这个杯子不能带回去，如果需要的话，这边是可以购买的。它也是史努比的，是吧？对，它这边其实就有一个史努比的主题商店，然后还有凤梨酥，还有附小点心哦。对啊，然后上面又有三瓶水这样。然后这边其实外面就有饮水机，所以带小朋友的不用怕没有热水。对，它的设施几乎都在三楼，我们刚好是在三楼。然后这消毒过的话，就是是紫外线的，对大家可能要斟酌，因为有的奶瓶据我所知它是不太能够用。哦，这点可能大家要做点功课。它真的是每一个小地方都有史努比的踪影，像这个，因为是一个灯啊，很可爱，超可爱的。它这个是有给小朋友玩的积木，哇，超级亲子的。然后这个是这种大积木，小朋友不会吃掉。然后姑姑她最近真的很喜欢积木，超爱积木的。然后这边是室外的一个小阳台，然后我觉得一个超棒的地方，就是那个，我觉得很酷哎，它是用影子，然后去看到它的那个字。哦，有一点小设计的巧思在里面。因为我们这一间的话是史努比的主题套房，所以它就是有这个史努比的娃娃。它这个娃是可以带回去的，而且他们很贴心，有用袋子罩起来。哇，就是代表全新的。对，比较环保，而且它的耳朵还有罩起来，而且这个是超新的，这只是可以带回去的，很可爱。小朋友来这边真的就疯掉了，因为我们是主题套房，没错，所以它有藏一个小活动在里面，可以换礼物的，就是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小卡，他说他先给我们一张，然后房内有。还有三张，然后集满四张可以去换小礼物。我们等一下来找找看吧。再来，我们来看我们的床。它床蛮大的，超级大，而且你看床上的东西，你看，我又找到一张了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他不是说要藏吗？他就这样放着。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刚刚真的找很久，我说怎么都没有，结果床上就有一张，所以它其实很简单。哦，真的？那我们再来找另外两张。好啊，因为我觉得我好像。果果找，果果也要帮忙一起找吗？掉在后面的，果果，又找到了，又一张了，耶！我找到了，啊，在哪里？
就在你一开始第一个。太明显了。超明显。找到了。我真的完全没看到。可以换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哎。不会又换牛肉卷吧？外面还是一直下雨，所以我们先去吃东西，然后吃完东西，我们带蝈蝈去玩亲子馆。你看它这里的投影的灯，都是史努比耶。可以换汤匙跟镜子，都是史努比的。然后蝈蝈自己选的这个汤匙。我们晚餐要吃这个台湾小吃总会，然后它就是很台湾道地的那种，有蚵仔煎啊、霸掌啊。我觉得蛙桂好吃哦，我喜欢吃蛙桂哦。好哦，蛙桂有推哦。嗯，还有，还有，就是先把小孩子喂饱再说。蛙桂，嘿嘿嘿嘿嘿。现在我们在餐厅外面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捞鱼池，这里超多池的，就是吃饭的时候大人在里面吃饭，然后小孩就放在这边捞鱼这样子。我们现在在这个球的下面，球的正下方，很酷。那我们现在到他的亲子有儿童室，算儿童室，还蛮不错，有木质的这个溜滑梯、攀岩场，然后一些积木跟蝈蝈最爱的煮饭，空间不大，但是还算 OK 啦。蝈蝈也是在这边玩的蛮开心。他另外一边还有球池，对，我们等一下看要不要带蝈蝈去玩。蝈蝈，你在煮什么？皮呀，皮呀是什么？然后它外面是亲子高尔夫，但是因为下雨，所以就没办法玩。蝈蝈，你要不要回去了？我们回去玩水好不好？没有。你还要玩是不是？那你再丢，那你再丢。重点是我们原本以为下雨，对，然后就没有了。但是我们上来的时候，他还是说问我们要不要来参观。我们就想说，好吧，那既然不能享用，我们至少也来参观一下。结果没有，我们上来之后，想不到他竟然别有洞天，他竟然有很多的玻璃屋是可以遮风避雨的。对，很棒。对，而且我觉得他们很贴心的地方是，我们上来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带雨伞。对。然后他这边还有提供免费的雨伞给房客或顾客使用，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贴心。今天是 Ladies Night 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妈妈有得到一个特调，对。然后我点的是威士忌可乐，妈妈点的是荔枝特调，然后我们帮姑姑点了一杯凤梨苹果汁，嗯，也是无酒精，当然是无酒精。对。我在网络上有看到一则评论，就是说这边只要有一个小朋友出现，他的节目就变成是适合小朋友的亲子电影院哦。所以我们刚才上来的时候，其实他是在播体育的节目，对。然后就蝈蝈一出现了之后，他马上就现在就变成了那个迪士尼的花木兰。虽然蝈蝈可能看不懂啦，对，但是就真的还是很贴心呐。对呀，刚好晚上有这个机会，让我们夫妻可以享受久违的比较稍微chill一点的时光啦，带着这个小小电灯泡这样子，没错。期待明天的早餐。嗯。哥哥 cheers， 干杯，耶！哥哥，你再跳一次。早就起来玩积木啊！昨天睡得好吗？
我觉得还不错哎。我也觉得还不错。然后昨天我们有睡前有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他这张床竟然有两个棉被。对。我们平常住的就算是大床，通常饭店也只有一件棉被，真的是非常的细心，真的是完全是亲子来的。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吃早餐，然后听说早餐种类也超多，我们等一下可以开箱给大家看。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吃完早餐回来休息一下，我们天气还不错，我们就带哥哥去玩个水，对不对？我们早上吃完了，有没有吃饱？有，好饱。我觉得它总卫生超多，很多哎。我觉得这边真的不错啦。嗯，对，活动太多了，真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出来到花园这边啦，就是餐厅旁边的花园这边，你看哦、喔，有帐篷哎。他这边也可以露营，棒球场上面露营哎，很酷哎。再来这边稍微逛一下，然后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，让肚子消化一下，就带果果去玩水。哎呦，为什么钓鱼要变？他学你。这里有他们的港式台菜的餐厅，然后刚刚我们用早餐的这边是西餐厅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日式餐厅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素食的餐厅。所以简单于说，他这边光是这里就有四间餐厅，再加上昨天楼下的台式的餐厅，五间餐厅，所以你一天在这边根本吃不完，对不对？所以是不是要再多住一天？哥哥着装完成，我们要去游泳喽！哥哥第一次去游泳池。哦，对，耶！哥哥要下水，还有直升机带队来迎接，你看多隆重啊！哥哥第一次下水。妈妈水很冰哦。啊，完全下不去，除了60公分以外都是冰水。60公分很像三温暖。来跟爸爸讲话。棒球，哦，真的、哦。这里的健身器材也很齐全。很好笑的是，他的节目还是东森悠悠台，真的太亲子了。哇，那我们等一下就要准备退房了。有点舍不得，因为这其实算是我跟太太第一次住饭店里面，然后使用饭店的设施。因为以往我们在住的时候，我们都只有住。这边的活动其实很多，因为我们昨天虽然下雨，但我们光在馆内这样子玩，就其实玩了很久，我觉得会让我下次想要再来一次。对，因为真的他其实一天感觉是玩不完的。对啊，對，而且我觉得他们的工作人员都很蛮亲切的。然后对果果来说，他有儿童游戏室可以玩，然后又可以看鱼，突然觉得说，在饭店这样子玩也是一个很棒的享受。对啊，好啦，那这次推荐这间名人堂花园大饭店给大家参考参考啦。好啦，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 IG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！哥哥有没有好玩？好玩，妈。结果我一直在研究说，为什么厕所会有一个调音量的？然后今天我才发现，因为他要让人家在泡澡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可以听到声音啦！我的天哪，真是太厉害了！